安倍不看好川普，认为希拉里稳获新总统宝座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川普赢得了选举人票，但是输了总选票。根据美国选举法，赢得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担任新总统。安倍得知此讯后，立马飞赴美国，拜求川普接见。川普大大方方，安倍极尽献媚之能事，以求川普不计前嫌。川普宣誓上任后，安倍屁颠屁颠地拍着川普的马屁，殊不知川普早就不把其放在心上。安倍哀求美国不要退 TPP 群，川普退了。安信哀求美国不要信韩先强人金正恩，川普理都不理，跑到新加坡与金正恩会晤。安信跪求美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帮助日本，川普不鸟安倍，自与普京打得火热。安倍祈求川普怜悯日本，不要想征惩罚性关税。川普转眼下令美海关向日本征收惩罚性关税，一连串的打击，安倍的心也碎了，无可奈何，找到欧盟抱团取暖，寻求安慰，快马加鞭达成协议，警邻远常驻，警